圣诞节快乐！你好，我是 Gary 叶俊成，好吃好心情，圣诞节礼物送给你啊，好不好？那当然你要去 Popular 数据购买啦哈，这个东西呢，你自己买了之后你就知道那里好吃的东西。那今天圣诞节不可能让你吃书的，那我依然是要给你推荐我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食谱，那让你在圣诞节的时候呢，可以煮给你心爱的人一起分享，好不好？那今天要煮的这个呢，叫做快乐圣诞。说明快乐圣诞吗？当然。